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为了台湾代求，求你怜悯台湾，主啊，在这个疫情当中，求你赐下平安，愿你的平安，主啊，临到所有在害怕恐惧当中、忧郁当中的人。主耶稣，求你除去这些负面的，主啊，一些让我们害怕的东西。主耶稣，让我们从你而来领受，主耶稣啊，主啊，你的平安，主耶稣，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临到所有的，主耶稣，台湾的人民，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你掌权，你必保守我们平安，心怀意念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真正的平安，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各位同学，我们又来到礼拜四下午的火花大脑课程。那我们先一起跟着老师，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所以，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是那赐平安的父神。感谢你保守的台湾，在一年多之后，的现在，现在疫苗已经已经产生了，已经可以生产了，台湾才开始有一些确诊，有一些数据出来。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这么的疼爱的台湾，让台湾呢可以有快快的有爱疫苗可以安排得到。也求主你可以大大的祝福在我们乐龄的同学们，也许是前面的几波就可以接种到疫苗。主啊，保守着每一位同学在接种疫苗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副作用产生，也可以让这一些病毒，让这一些不舒服呢都离我们而去。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从开始到末了，每个同学的脑袋可以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弹性的充满着爱，让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有弹性有爱的这样子的右脑可以去感染到身边的人。我们愿成为身边朋友的光，成为他们的盐，把平安跟喜乐也带到身边的人、周遭的人身上。这是孩子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Hello， 同学，大家好，我们先上 FB 打卡报道哦，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赶快去留言。有同学已经接种疫苗了吗？如果接种疫苗，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好不好？真的很感谢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呢，疫苗就可以进来了，希望大家呢都没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好了，我们要来看一下哦，大家报到了没有？有，很棒。OK，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上个礼拜，我们的数字标签从71到90，对不对？大家回去有没有复习呢？啊，上个礼拜这个蛮忙碌的嘛，因为有端午节，有没有谁在家里包粽子？好，那没有问题，因为我没有在群组上看到大家的回馈，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用心的去做思考，对吗？那我们先来一起复习71到90哦。如果上个礼拜学得不够扎实的同学，我们现在呢再来一次，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好，来，71是什么东西？ OK， 71是奇异果。好，那72呢？72是企鹅，很棒，因为这很像，对不对？好，再来73是旗杆，升旗的旗杆，很棒哦。好，来74就像是什么？骑机车的骑士。OK， 很好。好，来75。75哦，念的谐音像什么？器物，就是垃圾。好，或者是什么呢？哇，起浓雾了，我们是起雾，很棒。好，再来76。76念起来就像是气流，有没有一股风吹过去？好，气流。好，下一个呢？77乳加巧克力，所以77是巧克力，很好，记起来了，对不对？好，78是青蛙，这个有没有记起来？青蛙有记起来吗？
好，再来哦，79，79，79，念起来像是气球啊，气球。我最近呢给小朋友上课呢玩气球，每个都很开心。我觉得孩子看到气球就是很开心，就是我觉得其实气球对大家来讲可能有点无聊，然后就把它吹得这样大大的，然后可以拍啊，可以放气啊，看着气球这样子飞，好，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在疫情期间，真的是要帮很多小朋友，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远离三 C 嘛，已经上线上课程，每天盯着手机看已经够多时间了，然后还要打一下电动啊，追一下剧，所以呢大人就要想办法帮他们去创造一些可以离开手机的好玩的游戏。那我会建议其实气球是个蛮有趣的。好，再来80，80，80，80，像巴黎，巴黎呢代表我们用的是铁塔，很好哦。好，再来下一个81，81，81，81就像是白衣，白衣天使，所以这里是护理师，很棒。好，再来下一个82，82，82是白鹅，对了吗？有没有白色的？而且它形状也像，对不对？念起来也像，很好。再来83，83，83是爬山，对了没有？好，爬山，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背包很沉重？有没有？然后去挑战那个往上爬，很好。再来84，84，84是巴士，88的巴士，对，好。再来85，85，85，念起来的谐音像是宝物，但是我自己喜欢记什么是另外一个，是记的是咖啡。好，下一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品牌的咖啡嘛，叫85°C。好，所以呢，我记得是咖啡。你喜欢哪一个？再来下一个，86，86，86是芭乐。哎，这个蛮像的，对不对？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外面有一点点滑，但是表皮凹凸不平，然后闻起来很香的芭乐？好，再来87，87，87是举白旗，白旗有没有 ？OK， 好，下一个88，88，我刚刚有一点点小小的泄题了，对不对？它就是什么88，所以88是汽车。好，下一个89，89，89是芭蕉。OK， 有记起来吗？芭蕉，很好。最后一个90，90，90，90是手枪 ，OK 吗？有没有都复习完呢？好，我们在进到下一个阶段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没有投影片，所以不用往前翻哈。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36计。在这个礼拜当中，大家有没有做练习？有吗？我来看一下，你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复习你的36计。我都怎么复习啊？我都找一个身边的人来，请你帮我抽考一下1到36，选一个数字。然后我老公就在睡梦中就跟我说：“哦，12。”然后我就自言自语说：“12哦，顺手牵羊。”他也不晓得我讲什么。哦，结果他今天早上考了一个24，24是图像是粮食，对不对？图案是一个米袋，对吗？你还记得我们画在白板的右边那个米袋上面长了假发吗？OK， 所以它是假什么啊？来翻一下。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请个旁边的人抽考你，或是自己呢可以1到36念一次，36到1也再念一次，然后跳着去抽考， OK 吗？好，有没有人在这个期间呢去做这样子的复习？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大脑活化的一些训练，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对，有些人会说：“哎呀，老师啊，那个36计现在又不考，又不实用，我们也不用考联考了。那这样我们记这个做什么呢？记这个就是可以活化大脑，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有点熟悉又但是不是这么确定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资料。我们呢，把一跟36的标签粘上，好，粘上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有一个依循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今天可爱哦，哎，又问了我一个19是什么？哎，第19个记得图像吗？19，19，119，所以是救护车，对不对？
好，来，脑袋里面又出现了一个斧头，它破了一个洞。结果呢，早上我就回答了一个让我讲完我自己就觉得吓了一跳的答案，就说哇，那个车子破了一个洞，说应该是破釜沉舟。哎，这表示什么？粘错了。所以我们可以记得是救护车上面破了一个洞吗？不行，我们要记得是救护车上面插了一把的斧头，它是釜底抽薪。OK 吗？那粘错记得怎么办吗？没关系啊，就重粘一次就好了。然后我们的图像，两个图像之间的粘结度是粘得够好的。OK 吗？好，来，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告诉我说你有没有回家复习哦。好，没有问题。来，我们来看看，往下看，我们今天会把我们的数字标签做最后的结束，对不对？好，刚刚在群组里面有说，我们今天是大结局。好，我们接下来看到91之后，9191 91，想一想，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哦。91你会想到什么？在 FB 上面留言给我，我来看一下大家的创意是什么呢。91 91，我们要连接的是一个具体的图像，对吗？好，来，91你会想到什么呢？多念几次。好哦，来，想到的同学赶快打字，我在等你的答案哦。19是119，91呢不会是911啦，要不然我们要画什么五角大楼吗？如果你可以直接连接491没有问题。好，那还有什么样的答案呢？91 91，诶，好，今天大家脑袋还没有醒齁，好，还没有看到大家的回应。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91呢给大家的是救生衣，为什么？因为我们取头尾嘛。好，91所以是救生衣，这样 OK 吗？好，大家动笔把它画下来哦，有色笔的一样吧，那么橘色的把它涂一涂。 OK， 好，我来看一下新的留言，给大家一点时间来画画。就医哦，很棒哦，我看到熟会的答案，就医其实也不错，就是我们会拿去回收的就医，对不对？只是你可能就要画的上面破了一个洞或者是补丁，把那个旧的感觉更强化是可以的。好，有哦，有人跟我心灵相通，对不对？哦，有回答出救生衣，救衣很棒。好，来动笔画一下。那救衣很好，你可以在旁边也是做一个记录下来。那我自己以前其实是很会穿救生衣，好，为什么？因为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我超级喜欢去浮潜，而且我是属于胆子很大，就是右脑很开放的那一种人。我上次讲了嘛，我是不是有去深潜过去摸到那个海的底？好，那在更早之前呢，其实呢我们去浮潜，所以我都相信教练绝对呢会保护我们的安全，因为如果我们出事，他是第一个最应该怎么讲，最不想我们出事的人，所以一定要怎么，一定要把救生衣的全副武装，所有的扣环啊，该绑的该扣的该拉的全部都弄好。那向来呢我都是第一个就会跳下去做浮潜的人，但是我是全团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不会游泳的那一个。好，好，闲聊完了，大家画好了吗？画好了，对不对？好，但我也顺便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在疫情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自然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包含像今天早上我在等公车的时候啊，就看到一只好可爱的小鸟哦，就这样在马路上面咚咚咚咚咚咚跳过去，再咚咚咚咚咚咚跳回来。那公园，因为大家其实现在比较少出门嘛，那有时候我还是会路过一下公园，公园里面的动物变多了，很有意思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球开始恢复了一些它本来的样子了。嗯，好，画完咯，来看看92 92 92，你会想到什么？如果你现在想到的是5000汽油，那我会建议你换一个想法，因为汽油有92有95有98，这样子会全部混在一起，除非你对92的5000汽油特别的有感情，不然我们换一个想法。来，大家想一下哦，也留言给我，你会想到什么呢？92
九二会想到什么？有没有写说旧二就是肚子饿？这样子我们那个肚子饿会很麻烦，对不对？因为一直请他出现。好，所以我们换一个，来，九二会想到什么呢？九二。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边给老师准备的是酒店小二。好，因为酒，它这个字是不是就通我们喝酒的酒？那二呢，其实它真的不是很好连接，就是光是单单这两个字，所以给大家一样，就是用头跟尾。好，所以这边给的是酒店小二，好记吗？可以，对不对？好，有一些古装剧里面的客栈里头，有没有就那个跑堂的啦，外场的酒店小二，那给大家画一下哦。你可以画就他的那个酒店小二的帽子，好，或者是呢尽量的把它画下来，在旁边可以写一下备注，好不好？想象一下你在电影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哪样子的形象是最符合，就是印象中最深刻的酒店小二。好，一样给大家一点时间哦，动动笔。对，不要只是写国字，把图案画下来，不管他画的怎么样，就算画的是火柴人也没有问题。对我来讲，酒店小二就是他的那个搭肩，对不对？这里会有一条布，然后一个帽子，然后手上一坛酒，哦，这是我觉得最深刻的印象。那你呢？你会画什么？好，我跟他每一次讲救我，救我也不是不行，但是他太抽象了。对，就是你要画一个例如说溺水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才可以把它模拟出来。那再来呢，在做数字标签的时候，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可以好串联，对吗？记得我们在36计里面是不是要把这些图像跟我们要记得资料做连接，那就我可能不是这么好连接。好，所以呢也不是不行，我们试着看看，运用几次会发现有些东西这样子用会很好记，有些东西不好记呢我们就舍去， OK 吗？好，大家的酒店小二画完了没？我觉得大家应该在画那一个蒸笼，对不对？没关系啦，你画一层就好了，好不好？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咯。下一个我们看到的是93，你会想到什么呢？93，然后给大家，等大家一下，93，你会想到什么？你有想到的，帮我们打字在 FB 上面。然后看一下哦，93，你会想到什么东西？93，哎，我觉得应该有人正在。已经想到了，对不对？93你会想到什么？对，哎，真的，我就知道你们很棒的93军人节，没错。好，来，所以我们这一张图呢，给大家的就是军人，就是因为93军人节。好，所以大家画一下，画一下阿兵哥。OK， 很棒。地名原则上比较少用啦。因为不好连接，除非你要去找一个旧金山，你要拿一个什么的物品，好，或者是它的地标出来去做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巴黎是巴黎，巴黎用的是铁塔，那旧金山你就要去选一个地标来代替这一个数字，代替这个地点，这样是可以的。好，来给大家画一下哦，军人节。对，我觉得最近疫情其实军人也是挺辛苦的，对不对？尤其是化学兵。对，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守护者，无论是警消啊、医护啊，甚至很多，其实呢真的是我们可以该乖乖在家的就在乖乖在家。好，我们不要去添乱。我想用这个词啊，真的是就是我们在乖乖在家就是帮这个国家一个很大的忙了。好，大家画一下军人节。那你有色笔的，一样可以拿出来。有没有画的绿绿的，或是绿色的迷彩？是不是就很觉得很有 feel， 对不对？好，没有问题。我看有人迟到，没有关系，前面的东西待会再补。我们现在一起来上课哦。好的，来，可以了吗？
画一个大大的头，戴上一个军盔，啊，应该就很像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94。94，你会想到什么？多念几次。我讲过，谐音是最好的记忆。94会想到什么呢？94，哎呀，我觉得有人偷看解答，对不对？被发现了。94呢，念起来就很像 juice， 很像果汁。好，我这边画的是柳橙汁，但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它就是果汁，走的是英文的谐音，很棒哦。这个很有趣，对不对？ Juice 它是里面唯一一个用英文去做谐音转换的。我们在上谐音课的时候，我是不是说过，有些同学会用台语，有些人会用粤语、广东话。那这个呢，我们用的是英文转换成图像。其实呢，这样子特别的转换呢，反而增加我们的记忆点哦。好，太厉害了。你们喜欢喝什么果汁？我最爱喝苹果汁，欸，以前搭飞机的时候我一定要喝苹果汁，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成为我搭飞机的仪式。好，可以吗？果汁比较好画，对吗？来，我们来看一下95，你会想到什么？95，想一下哦，一定要跟着老师一起动动脑，这个资料才会变成你的哟。95，你会想到什么东西？不要又是无铅汽油咯。看吧，真的有同学觉得是汽油，对不对？因为汽油有92、95、98，这样子很容易跟其他数字做混淆，除非你的连结度很强，就是我家每一台车都是加95无铅汽油就 OK。哎呀，又是救我，92也要救我，95也要救我，那个蛮忙的。好，再讲一次，因为救我它是一个抽象的，如果你要用呢，就要转换成图像，例如说是溺水，或者是深陷在那个火灾的情境当中。不然只是救我，它其实是很抽象，那也要考虑到实用性。好吧，所以你可以把它就是记录下来，那之后有遇到可以去使用呢，可以把它放进去试试看，有时候真的就是会记不起来。OK， 好，就是我，很好，95至尊，我就觉得我们班一定会有个这个答案，95至尊，对不对？他画什么？画皇帝吗？哎，来给大家的这95至尊其实是可以的，把它变成图像。你今天如果变成一个皇帝的形象是没有问题。那这边呢，因为我有一个统一性。25是二胡，35是三胡，所以95是九胡，这样大家也会比较好连接跟记忆，对吗？好，所以呢我就画了一个上面写了九的葫芦，好不好？这个蛮好画的哦。好，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来动笔画一下。你那个95至尊是没问题啊，有没有画一下皇帝，画个嘿是可以的，人物是很好做连结的。好，真的有人用过葫芦做的酒壶吗？不知道，但是古装剧都是用这个东西装酒，对不对？好的，来，应该画完咯。我们来看一下95看完了，我们来看96。96，你会想到什么呢？其实酒这个系列很多就是喝酒的酒的延伸，对不对？那96你会想到什么？多念几次，96，你会想到什么东西？96，有吗？好，这边给同学们的是酒肉朋友，酒肉朋友，96像酒肉，但是酒肉我该画什么？它其实不好具体，
你画一盆小菜好像也不太对，对不对？所以呢，给大家画的就是那种酒肉朋友，好吧，一样把它变成人物的形象。好，大家可以动笔来画一下。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然后呢，然后去吃饭，我们最容易干嘛？忘记车子停在哪里，是不是？尤其是那种百货公司上面的餐厅嘛，那车子不是停在百货公司里面，那就很容易忘记说，哎，我今天到底是停在哪一个位置？好，那一天呢，刚好我们停的位置就是96号，所以呢，我就心里面就想了，就贴了一个标签，一贴，哎呀，我们跟一群酒肉朋友出来吃饭，所以车停在96。当然啊，那群朋友不是酒肉朋友，但是我们为了加深自己记忆点的印象，我就会这样子去把它给串联起来。所以以后呢，停车啊，就停完车要找，就看一眼，然后把个数字，运用数字标签粘一下 ，OK 吗？应该会还蛮方便去找车的。好哦，来给大家画一下。好，酒肉朋友就画两个人，桌上有酒有肉，把它动笔画一下，甚至你还可以感觉到那个醉醺醺啊，或者是很喧哗、很吵闹的声音，对不对？酒肉朋友通常会在这样子的场合出现嘛。好的，可以吗？跟得到吗？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咯。97，我觉得大家这个一定很快就想到，但是我还是给大家先想一下，97会想到什么？97，这个乐龄班应该想得很快，小朋友就比较不知道的是什么。97，我看看大家会想到什么嘞？97，97。97，九曲哦，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想法呢？就不明白九曲是什么，但是每次我很喜欢你一直跟我回应，因为表示你的大脑一直在运转，对不对？对，好，只是我不明白九曲是什么，是喝酒唱的配的歌吗？好，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来，97。97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是什么哦。97呢的代表是香港脚，为什么是香港脚？因为97年香港回归。但是香港我讲过嘛，如果是地名不好做连结，对不对？所以呢，我这边用的是香港脚，好，这样。就是从香港连接过来的哦，学到一课了，自酒用的，好，谢谢。OK， 那你今天想要做其他的连接，当然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记香港脚，会想到那个臭臭的，或是感觉很痒的感觉，好，或者是哦脱屑，对香港脚有一定的认识，对不对？对，所以我选的这个图案，有没有觉得那个脚的边边好像有很多皮屑会掉下来的感觉？给大家画一下哦，旧气伞，这个其实不错哎，我喜欢这个答案哦。旧气伞97不错。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旧情其实也不错。对，那就是要把它画得出那个感觉来。就像刚刚讲的91，如果你想的是旧衣、旧衣服的话，那我们就要有补丁，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脱线。那旧情呢，可能是什么弦断了。还是上面有什么磨损，就是你那个画面感要出来，好，或者是你听得到那个声音音准跑掉了，那就没有问题 ，OK 吗？好，下一个，我们来看98，不要再5000汽油了，98会想到什么呢？98很好，我看到美女你的答案了，那98你要画什么？我这里给大家的是这个图案，好，把它变成人物，所以呢是酒吧女郎，现在应该比较多叫做酒醋小姐，对不对？对，要把它转换成人物，因为地点不是很好去做记忆，
但是那个同学们有想到酒吧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OK 吗？对，大家都想到了对吗？看到很多人回应我哟。好，那我只是把它转换成一下，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例如说酒吧老板，那我觉得酒吧女郎是一个蛮有记忆点的一个部分。好，大家画一下，好，这个部分就是把酒吧女郎画一下，然后连接一下。我们要用的是酒吧，然后把它变成更具体，把它变成人物。那我们给它的图像就是酒吧女郎 OK 吗？手上记得拿一瓶酒，而且好像那种酒醋都是啤酒，对不对？很少看到卖什么洋酒啊 whisky 比较，对，其实我不太去外面吃饭，但我印象中是这个样子。好，所以给大家这瓶酒看起来也蛮像玻璃瓶的啤酒。好的，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哦。好，画你画火柴人也可以，有没有？短短的裙子，然后手上拿一瓶酒。OK， 好，下一个99，99，你会想到什么呢？99，99会想到什么？来，大家回忆一下哦。我看一下乐龄班跟小朋友班想的有没有不一样？舅舅，哈哈。我遇过以前有一个同学，哦，也是大人，他29呢，他就要记29。那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他可能会有9个舅舅，因为所有的九都是他的舅舅。哦，年节度，如果你跟你舅舅很亲密，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其他是，更直觉？第一可以想到的，我们看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来，99，99，我听到你说了，来把它打下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应。99是乘法表，应该很直觉吧？只是我刚故意把它念得比较慢而已。99乘法表跟77乳加巧克力应该是同一挂的嘛，就是念得很顺，对不对？OK， 好，所以99给大家的是乘法表。那你可以不用画的那么复杂，你就画一张图，然后那上面就写个例如说23得6，然后下面写个乘法表，这样就可以了。真酒哦，哇，好厉害哦，真酒，不错。但是真酒的99你只出现后面的9，那我喜欢你的想法。好，蝴蝶结，钻石哦，为什么99是钻石？如果钻石我会想要8星8箭，可能会变88，为什么99是钻石？每次你再跟我说哦，好不好？或者是99纯金吗？你越直觉想到什么就把它记录起来 OK 吗？好，那目前呢是到99结束，后面我们还有特别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不会是刚刚好是2个2个一组嘛。之前我们有看过，例如说玉山高度是什么3952，39两个字一组，52两个字一组，那必须得是4位数字。可是我们有时候要记的数字可能是3位数字，所以呢我们会把一些东西拆开来表示，或者是有零级的，我们来看一下哦。哇塞，大家好浪漫哦，是钻石的原因是爱情很久远，要长长久久，所以99是钻石。哇，真是太棒了，很好哦。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如果我们今天呢是零，有零这个呢，你会把它想到什么？零你会想到什么？零，我呢零呢给大家，其实零这个图像有很多的东西都很像，圆形的东西都很像，对不对？对，例如说像救生圈，好，或者是戒指。那我这边给大家的是甜甜圈，选什么都可以，选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我喜欢甜甜圈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味道，然后再来是记得我上次嘛，我把甜甜圈上面插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好用。
那你对灵，如果你想到的是救生圈，或者是戒指，或者是盘子、杯子都 OK， 蛋也可以。但是我会建议，因为我们在二十的时候是鹅蛋，那你灵又是蛋，它就会有混淆。那如果说是蛋，可能改成弹珠会好一点，可以吗？嗯，好，还有没有其他？你对灵你会想到什么？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灵的下一个呢是零零，这个是什么？是百的意思，就是前面是放一就是一百嘛，放二就是两百，所以这个是百的意思。两个零，拜托不要两颗蛋，或者是两个甜甜圈，好不好？零零，我们是百的意思，百你会想到什么？我们联想的是百哦，个十百千万的百，百是什么？百事可乐也是可以啦。Bagel OK， 很棒啊，你跟我甜甜圈差不多嘛，口味不同而已。很好，玲玲是好朋友吗？这看起来像人名耶。来，百百你会想到什么？给大家的图案是百步蛇，百步蛇，百百步蛇。你要换成百香果也是可以，或者是百事可乐也是可以。那我会选百步蛇，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会有一种让我觉得很害怕的情绪，记得吗？情绪也是我们记忆的一个特点之一。那如果你今天选的是百事可乐，那就要听到有没有？我们之前有听过一个开瓶啊，然后汽水冒泡的声音 ，OK， 是可以的，好吗？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哦。零零零是千的意思，零零零这个是千，一千两千的千，你会觉得是什么呢？最直觉想到的是什么？零零零，千，千会想到什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答案，千我们想到的会是千年鹤。也许有些小朋友会觉得是千纸鹤也 OK， 那这边给大家的是千年鹤。好，为什么？我等一下跟大家一起讲，它跟我们的万会是一组的，比较好记。钱哦，哎呀，很棒，很棒 ，OK， 钱也是可以的。好，钱就换换个花花绿绿的一整叠的钞票哦。还有吗？有没有其他同学对于千有其他的想法？好的，来，我们来看下一个万。零零零零万，你会想到什么？万金油，万万会想到什么？我刚刚讲我的千跟万是一组的，对不对？好，所以呢，这边给大家万呢是乌龟，万年龟。我会建议大家讲几千呢是什么？千年鹤，万年龟，所以图案就会出现了。如果我们今天借千纸鹤万金油，可能图案不见得会那么顺口，然后那么容易浮现。所以这个是在记忆上的技巧。那一样，同学们把这个先记录起来，然后呢，你也可以想想看什么对你是方便的。那给大家一点时间画一下，有没有？我选了一个很可爱的老乌龟，对不对？龟仙人。对，好，给大家一点时间画哦。千年鹤，万年龟，所以一个零的时候是甜甜圈，两个零呢是百步蛇，三个零是千年鹤，四个零是万年龟，可以吗？好，这什么时候会用到？我之前呢有一个学生，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现在是不是很流行会拍短片？好，在一些可能像 FB 上面去做播放。他那天上课呢，就是有一点点心不在焉。然后我说：“你今天怎么了？”他说：“老师啊，我等一下要去录影，好像要去介绍他们的公司。好，那稿呢已经有，就是有同事已经把它写好了，他要背起来，那怎么办？好，那我就教他啦。哦，这个方法后面又会讲。好，我说那你就把什么样的东西跟什么东西做连结？说那我们跟例如说什么和三百家的银行有三百家银行吗？哦，三百家的公司有合作哦。
那三白怎么办？我说很好，那就从头开始放。例如说你头上出现三只百步蛇，有没有就觉得很恐怖，对不对？三只百步蛇，那你就会记得从这里呢，哦，是三百家的银行，哦，三百家的客户。好，就这样子把它放下来，它是可以去做灵活的运用的。OK，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进到特别版本。特别版本呢，就是零几零几，零一、零二、零三、零四到零九 ，OK 吗？来，大家想一下，零一你会想到什么？假设我今天有一个一零一，那一零一是大家很熟悉嘛，抬头就看得到。但假设我要记的时候，两个两个一组，它会记成一个一跟零一。所以呢，零一我们要什么样的图案呢？大家想一下哦，零一你会想到什么？零一。零一，零一，你会想到什么呢？来，等一下大家的回复。零一，零一，零一是什么？宕机了吗？有重复的声音？有其他同学也这样吗？应该是我自己在重复吧。我刚刚一个零一念了四次，欸，OK， 很棒，熟文。对，灵异给大家的呢是灵异。好，所以呢，灵异我们的图案用的是有没有可爱的小鬼？有没有 ？OK， 好，对，没错，我们灵异用的是灵异，所以呢，画了一个就是小精灵来代表灵异，可以吗？这个好画哈。OK， 很棒，来看一下零二，零二你会想到什么？零二，零二，零二，零二是灵儿，哦，儿字韵灵儿，画给画那个圣诞灵有没有？两个圣诞还摆一个蝴蝶结，那画一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铃铛，在画的时候我听得到那个啷啷啷啷的声音。OK，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画哦。有人喜欢在家里面挂风铃吗？我是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声音有点尖锐，很吵，对不对？对，那就你们画的时候，你就会把那个声音画下来。有的声音会比较尖锐，有的声音会比较低沉。好，你边画的时候要个声音在耳朵旁边。好，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这个笔画比较简单，我们来看一下零三，零三，零三会想到什么呢？零三，零三，这边给大家的图案会是铃声，声音很响，要么闹钟，对，因为刚刚我们零二已经是铃儿了，那零三我们再画刚刚那两个铃铛，是不是就重复了？所以我画这边呢，会画的是闹钟，闹钟你们看到旁边噔，有没有？尤其这种你投影片上面是这种闹钟最吵，对不对？两个两个在头上，这样康康康康，它最吵。好，铃声。那你要把它想成是上课下课的钟声也是没有问题。OK， 好，画一下，大家动笔画一下，跟着我记一下。好，这个也比较简单。来，我们看一下零四哦，零四你会想到什么？零四，零四，零四，我觉得大家已经想到了，我在等大家打字。零四，零四会想到什么呢？对，答对了，零食，零食。好，这边画了一包洋芋片。我们在图像转换的时候讲过嘛，其实零食是抽象的，因为它是集合名词。那要变成具象，就要把它怎么样，有一个形体表达。所以我这边选的是洋芋片当零食。那你当然可以画糖果、饼干，没有问题。零食，很棒。大家动笔画哦。最近疫情的时候，有没有吃很多零食？囤货囤到零食去。
好，来看一下零十，应该没有问题哦。来看一下零五，零五你会想到什么？零五，零五，好，零五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水果，莲雾，零五，莲雾，有没有走谐音？其实还是有一点像的。有颜色呢，色笔在旁边一样，把颜色涂下来。我很喜欢吃莲雾哎，但理由很奇怪，因为它最方便，洗一洗就可以吃了，不用切。最方便就是最懒就可以吃的水果。好，来零五，莲雾画一下。有没有同学会想到其他的呢？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哦，下一个。零七，零七，你会想到什么呢？哦，零六，漏了一个。好，零六，零六是零六，零六，多念几次。这一个呢，有一点点的小变化哦。好，我们来看一下零六，零六给大家，我先来看图案。哎，怎么会是斗牛？哦，是零六跟斗牛有什么关系？因为零，我们是不是可以念动，对不对？好，动，所以是动六，动牛，所以呢，这里出现的是斗牛。那我们用斗牛士来取代这个图像 ，OK 吗？所以这边的零是念动，动六，六取的是牛的音 ，OK 哈。就我觉得斗牛士就画那块红布有没有？那个在飘的红布就很像了。好，哎，大家感觉现在很忙着画画，对不对？没有问题。把那一块红布画一下，其实呢，你的图像呢特征出来就会很好记忆。那也特别提醒自己一下，就像是24是念两四。然后取的是粮食的图案，动六零六动六取的是斗牛士的图案，可以吗？好，我看下一个咯。如果你还没好的就截图好不好，手机截图，等一下回来再画。好，来看一下零七，零七你应该想的跟我一样，零七你会想到什么？零七，哎，有个电影很有名，对不对？零七会想到是007情报员，哎，很帅哦。来画一下007情报员，那跟我们19会想到119是一样的概念，还有56会想到的是566洗发精，帮他补一个字，零七给他的是007情报员。好，很棒哦。就看到同学回复我都会觉得说哇好棒，因为同学怎么样跟着老师同步的去做思考，对吗？ OK， 来，同学有人写007写手枪，对不对？那手枪我们在90的时候用过了，因为我们用的是90手枪，所以这边07我们就给他的是情报员，007情报员，可以吗？好，来，再来08呢，08你会想到什么？我看看你跟我想的有没有一样哦。零八，零八，会有人跟我说，老师我想到的是这个，有没有？淋巴发炎、淋巴肿大、淋巴癌的淋巴，我不能说不行，但是不好做连结。你今天如果淋巴要配气球，不是很奇怪吗？淋巴气球，然后这里绑气球，很奇怪啊，所以它不是那么好使用。所以我这边呢，给大家的是来篱笆，有没有围篱？好，院子的围篱的篱笆，一样是用谐音的方法，可以吗？来，大家画一下哦。盐巴哦，盐巴也是蛮有意思的，不错哦。好，篱笆，来，大家动笔画一下。你如果那个有色笔，下面画一点草，它会更明显。OK， 来看一下，
可以哈、哦，这个好画，你不用画那么多个，你画三个就好了，好不好？我是为了版面，所以画比较长，你就画三个。知道这个是院子的篱笆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零九，零九，你会想到什么？我们的九常常出现的是角，你记得吗？例如说三九是三角裤，那零九你会想到什么呢？嗯，零九给大家的是菱角，菱角。哦，所以你的那个有点难画，而且它会跟我们的五十九很像，对不对？但是你的想法蛮好的。好，俗人讲说零九会想到零九，但五九已经是棺材啦，它长得是一样的嘛。好，所以这边给大家的是菱角。OK， 所以呢，我们可以再快速的想一下哦。我们从九十一开始到零九，大家记得做复习哦。这样子，我们之后呢去做综合应用的时候，我们才会很好、很方便的把资料库、大脑里的资料库叫出来哦。好，大家一边复习呢，我们接着也不要忘记防疫。我们来看一下防疫的小叮咛。大家平安，我是黄聪宁医师。虽然新冠病毒它真的是无孔不入，但最主要的传染途径还是人与人面对面这种飞沫跟接触的传染。我看到网络上有在传一些回家穿脱的十二个步骤，洗头、洗澡、洗鞋子，搞得人心惶惶。其实真的不太需要这么夸张，做到这种无菌室等级的消毒。从外面回到家，我们可以先不要拥抱跟亲吻，我们先把口罩干干净净的脱下来丢到垃圾桶，外衣脱掉，手洗干净，内外夹攻大力丸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正常生活了哈。要记得啊，病毒是跟着人传播，而不是跟着物品，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外卖进来之后，也只要把这个外包装稍微用酒精消毒，这样就可以了，里面的食物不用再加热或者是再做消毒的动作。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个人在外面做好这个自己的卫生，只要我们不群聚的活动，就不会把病毒带在自己身上，然后再带回家人。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期，我们越是担忧，越是焦虑，越是让我们的抵抗力降低，不如我们把这种忧伤化为爱的行动。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传简讯，谢谢家人对全家人的付出，对自己的付出，勇于表达你对他们的爱，把这些负面的指责转为正面的关怀行动。相信我们的上帝可以使诅咒变为祝福。最近网络上流传一句口号，叫做全岛一命。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全岛一命，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团队，只有一个人做好个人的卫生，是没有办法遏制病毒的传播链。防疫这件事情绝对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危，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身边所爱的家人而防疫。就像现在看到学生都停课了，很多人不知道停课是为了什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学生的群聚，减少学生的社交行为，但最后是希望这些学生不要因为无症状的感染，然后这个回到家传染给老人家或慢性病的家人。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图方便把停课的孩子又送去朋友家去群聚，这样子可能就失去了全岛一命的精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必须在外面工作，比如说医护人员啊、外送员啊、或大卖场的工作人员等等，他们都是为了在疫情期间能够维持社会的动能，无法在家工作。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家人，当然他自己本身戴好口罩勤洗手之外，也请身边的家人朋友们给他更多的关爱跟支持，让他们在外面打拼工作的时候有着你们的加油打气声，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如果今天你们家里有接触者，
是在居家隔离，或者是有轻症的确诊者在家等候通知，那请大家一定要遵循三不原则：不共桌吃饭，不共用物品，不肢体接触。我们制造出一个即便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好像是两个世界的生活，彼此之间隔着门可以用手机视讯联络，当然也别忘记勤洗手跟戴口罩。好，真的是我们要勤洗手戴口罩，然后呢也不要忘记跟人的一个连结，对不对？好，那上一次其实 我有特别提到啊，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期间呢去关心一下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有没有付出一些行动。在这个礼拜其实新闻上面有一个最大的消息，就是有艺人去赠送了许多上百台的救命神器，对吗？对，我真的觉得哇，看到这个事情很感动，因为每一个人去发挥自己能做的来帮助这个社会。那也许我们没有一台，而是15万、20万嘛，也许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们一个简讯，一个问候，有没有朋友？也许他是一个人住，不一定是只有长辈哦。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离家读书的，好，或者是工作的，或者是孩子已经离开，好，比较空巢，只有自己一个人住的这些朋友，特别的去关心他。那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啊，一个连结，因为大家其实知道 OECOS 除了有乐龄的课程，我们有小星光的课程，是在照顾课后，而且是比较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嘛。那在前面有多久呢？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有一个叔叔呢，向来很关心这些孩子，但是他自己的口袋不是那么深，也不是一个挺富裕的人，在市场里面工作。但是在疫情的期间，他明白有这一些小朋友，这些家庭呢很需要一些可能是食物上的一些帮助，所以他自己呢就在端午节的连假前呢就掏腰包买了粽子，然后请社工去做分送。那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爱的一个流动。那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例如说传讯息，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爱的传递的动作。在没有这么多人跟人的接触，实际上接触没有疫情感染的风险之下，我们让这个爱去传递出去，让自己成为这个社会中那个爱的散播的人，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新的一个单元咯。新的这个单元呢，我会教它叫做记忆的格式化。那记忆的格式化呢，我们可以来看到下一页，请大家翻回到我们讲义的第七页。还记得我们的这一张心智图吗？好，来看一下我们这张心智图呢，到了左下角我圈起来的这个部分是位置定算法。那如果你是没有讲义的同学没有关系，我们来放大一下，再下一张，帮我下一张。好，来这张放大了，对不对？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在做连结图像的时候需要产生关联，那今天要教的是位置法，又叫做定栓法或定桩法，就是绑桩脚的那个桩，或者是有些你会听到其他的讲法，例如说是相继法。 OK， 它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事情。那用了哪些方式呢？好，先看到第一个是身体位置法，又叫做圣丁法，这也是今天我会特别做讲解的部分。那下一个是环境位置法，又叫做记忆宫殿或是思维宫殿。这个在电影里面常常出现，如果你看过一些侦探片啊，例如说这些侦探会走到一个静止的时空，有没有回想到案发那个当时的状况，就是用这个方式，一点都不难，每个人都做得到。好，再下一个，第三个是数字标签。我们刚刚呢已经上完了，对不对？我们从1到99，再加上特殊版本有112个数字标签，我们也利用了36G， 也用了天国八福来帮助大家记忆，对吗？大家也会运用了。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位置法呢。位置法它是有一个，它的来源是什么？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它又叫做记忆宫殿。那我们讲到宫殿，其实就会出现这一种古希腊的这种宫殿，对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个为什么是一个
悲伤的故事。在公元5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呢，有一个诗人名叫西莫尼德斯。这个诗人呢，因为那个时候宫殿是不是非常的就是雄壮，非常的恢宏。好，那他有一天呢，就是被一个贵族邀请到他的这个宫殿里头去，邀请到他这一个，其实不能讲宫殿，就是他的这一个豪华的这个屋子里头去，然后他要去吟诗。好，结果呢，这个贵族啊，本来要付他钱的，可是怎么了？可是后来他反悔了，因为这首诗呢，应该有一半，就是要有全部都是来歌颂这个贵族。结果呢，诗人的诗里面呢，只歌颂了他一半，另外一半呢，在歌颂的是，你知道古希腊有很多那种神话故事嘛，啊，歌颂那里面的人物，所以这个贵族就恼火，他就说：“那我给你一半的钱就好啦，因为你的诗只有一半在讲我。”好，结果这个诗人后来呢，被一个不知名的年轻小伙子叫到外面去，他就离开了这个屋子，结果就在他离开的那一刻，这一座宫殿就砰啷砰啷砰啷全部都倒了，里面所有的宾客全部罹难。那全部罹难了之后怎么办？就是每一个里面呢全部都是面目全非。好，这个诗人就凭着他的印象，在这个柱子下面站了谁，在那一个柱子下面站了谁，在讲台旁边有谁，在第一张桌有谁，他就是凭着这一个印象，怎么样，他就想起来全部宾客的名单。于是呢，从他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位置法的记忆方式。好，那后来流传了，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最多人用，也我自己最喜欢用的记忆方式。那这个方法呢有很多种嘛，它里面有什么，它有刚刚讲的有身体法，有环境位置。那我们今天呢会来介绍的是什么，会介绍的是身体。好，先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说它是记忆的格式化。格式化就是在已知的位置上面去放上未知的资料。什么意思？数字标签大家已经学过了，我现在在36计里面，我的一是铅笔，去记未知的是什么？瞒天过海是未知，把这两个东西串联在一起，这样子就叫它的格式化。如果我今天呢是天国八福，记得吗？好，我们还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讲过，对不对？好，如果我今天讲的是天国八福，五是什么？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对吗？五出现的图像是屋子，然后我看到什么？忠孝东路左边这一排买下来就送你右边这一排。好，这个资料呢把它图像连接起来就叫做格式化。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身体位置法。利用身体位置法可以记20笔资料，很好玩哦，用身体就可以记下很多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身体位置法刚刚介绍了，它又叫做圣丁法。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用身体上面的器官，用我们的部位来做，你会想到谁？这边运用的呢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记得吗？他的手上面有一个钉痕，对不对？因为呢他是这样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左手有一个痕迹，右手有一个痕迹，所以呢我们就用耶稣来为这一个记忆法命名，因为我们要在部位上面，在身体的部位上面去做记忆。好的，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因为我今天没有带教材，有没有同学可以帮忙补充一下？身体位置法在我们讲义的第几页？应该是该刚刚差不多数字标签的前后部分。好，如果你已经翻到了，帮我打字在群组或者是在 FB 上面好吗？好，来，我们来记一下哦。身体位置法跟我们平常惯性不太一样的呢，它是从下而上。好，谢谢大家，谢谢美，是第18页。好，打开第18页会看到一个框框，对不对？有一个人，然后旁边有很多的括号。好，来，第一个呢我们要记得是脚底，所以帮我写一下，第一个是脚底，这一页可以写字了。好 ，OK， 第一个部位是脚底。好，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呢？
往上，脚的再往上是什么？看得到我哈？可以，好来，第一个是脚底，有听到声音吗？好，脚底哦。好，第二个呢是膝盖。好，膝盖，写一下，膝盖的膝比较少写，对不对？给大家一点时间写。好，来第三个，好了吗？好，第三个呢是大腿，膝盖在往上嘛，再往上是什么？是大腿。好，所以写一下大腿。好，下一个是什么呢？看着你的图案告诉我。第四，大腿往上是哪里？大腿往上是这边，屁股。屁股写一下，屁股，我字有放大哦。屁股 ，OK 哈。第四个是屁股，好，屁股再往上会是哪里？对，第五个是腰，好，很好。第五个是腰，腰，好，腰很好，写一个字来。腰再往上呢？腰再往上，我们就到了我们的肩。肩膀，好，把空格填一下，肩膀，可以吗？肩膀，好，肩膀在往上是，给大家的是脖子，脖子，第七个在脖子的位置，好，好，第八个呢？第八个是鼻子，鼻子 ，OK， 写一下鼻子。第九个呢是灵魂之窗，眼睛，好，眼睛写一下，眼睛，所以脸上其实蛮忙的，我要记忆点很多，眼睛。好，第十个，第十个是头顶，头顶，可以吗？好，来想一下哦。第一个是脚底，第二个呢膝盖，第三个大腿，你跟着我一起拍哦。第四个屁股，第五个腰，好，再来第六个，第六个是肩膀，第七个脖子，第八个鼻子，第九个眼睛，第十个头顶。好，鼻子是八，我会这样记。鼻子有鼻孔，对不对？两个圈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八在这里。好，它也可以顺便帮它做一个额外的一个定位。好，那这些定妆其实很好记，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一样呢，要先熟悉，就如同我们的数字标签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再从头到脚再记一次哦。就等于是从第十个开始。好，第十，十是头顶，第九是眼睛，第八是鼻子，第七是脖子，第六是肩膀，第五是腰，第四是屁股，第三是大腿，第二是膝盖，然后第一个是脚底。好，来请各位同学起来动一动，我们刚刚大脑已经走过两次了，对不对？跟着我一起，大家就站起来动一动。好，来，我一边念，你一边跟我一起动作哦。好，来，一是脚底跺一跺，来跺跺脚。我们用自己的肌肉跟声音呢，去帮助我们记忆。好，再一次，一是脚底跺一跺，二是膝盖捶一捶。好，没有，二是膝盖碰一碰，三是大腿捶一捶。哎呀，四是屁股，屁股要怎么样？拍一拍。五是腰，来扭一扭，扭扭腰。好，六呢？六是肩膀，耸耸肩。七是脖子，转一转，转一转脖子。八是鼻子，点一点。九是眼睛，眨一眨。十是头顶，摸摸头。再一次哦，现在大家都站起来哦，把你身边东西都先摆开。好，
再来一次哦，一是脚底，左脚右脚都跺一跺，跺一跺；二是膝盖，碰一碰；三是大腿，捶一捶；四是屁股，拍一拍；五是腰来，扭一扭，扭扭腰；六是肩膀，耸一耸，耸耸肩；七是脖子，转一转。好，有没有谁嘁哩喀啦的声音了？好，八是鼻子，点一点；九是眼睛，眨呀眨；十是头顶，摸摸头。OK 了吗？回去要记得动一动哦。好，来，所以现在应该很熟悉，我们接下来来教大家运用，可以吗？好，帮我们翻到下一页的课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教什么呢？今天要教的是圣灵九果。好，对，圣灵九果，圣灵九果我写叶妈妈，她应该在旁边而已。好，没有写叶嘛，但是他应该在旁边，对不对？好，来往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圣灵九果呢。有时候我会解释它是九种美德，但是它跟美德不同的是什么？它其实是不是九种美好的品德，而是一种，很有趣，对不对？因为一般的人可能，诶，这个人特别的有爱，这个人特别的温柔。但是呢，在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有同时拥有九种，这个呢就我们叫做圣灵九果。它就像是一颗水果，咬下去第一口有苹果味，第二口是草莓味，它是同一个，所以它是单数，它是一个，它不是九个。那我们运用身体的方法，我们来做这样子的记忆， OK 吗？好，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好，来帮我下一页，在下一页，对，好，来，圣灵九果呢，这边我来念，大家看一下啊，这一段呢，资料是什么？经文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我们将要记的就是我画底线的这九种圣灵所结的果子，应该一种啊，这九个，这九项也等于是十八个字。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十八个字是很多很多人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常常背不下来的。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是因为有一天有个小朋友跑到我前面来跟我说：“老师，老师，我跟你说，我去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有教我背圣灵九果，我背给你听。”然后呢，他就仁爱、喜乐、和平、和平、仁爱、喜乐，就是比来比去。永远没有超过五个，然后呢开始重复，然后我就觉得诶，这个主意不错诶，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运用身体背下这样子的资料，好吗？好，来看一下右下角我们的框框，不知道字会太小。好，第一个我们必须先熟悉这一段的内容，相信这十八个字大家应该算是熟悉的，它没有陌生的词汇，对不对？好，再来要准备什么？提醒字根转换图像。这边呢，我有下一页吗？ OK， 好，来，大家应该看得到。好，我把它的数字，那第一个是仁爱，然后对我们右边的图像放在一起。那我需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好，在熟读之前呢，是为什么？我们不要让资料去偏颇，对不对？我如果不明白这个课程从开始到现在进行的人，如果你现在才刚打开哦那个 FB， 第一次看到邱慧老师教课，好，我等一下呢讲的是，因为我们要开启右脑，要去做一个天马行空的连接，所以连接的过程中，请你不要觉得那个是经文本来的含义哦。好，特别的提醒一下。好，来，第一个是仁爱。仁爱其实就是爱的意思。好，仁爱我们要配的是什么？脚底。来，可以请同学给我，你觉得仁爱跟脚底要怎么结合？好，脚底是身体，是圣丁法的一嘛，一的位置是
脚底，好，那脚底配仁爱，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结合呢？我们可以运用谐音，对不对？好，它原本的意思是爱，但是我们去转换成谐音跟图像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的去连接呢？好，这边给大家一点点我的学生跟我讲的，人我们会想到什么？没有问题吧？人会想到这个人，那爱呢？爱会想到什么？好，我现在出现了脚底跟人，你会想要怎么样？把人干嘛？踩在脚底下，对不对？我要再提醒一次，这不是经文本来的含义哦，我们只是把它变成夸张，然后无厘头、搞笑、莫名其妙、天马行空的图像记忆。好嘞，所以脚底配上人，踩下去以后呢，听到一个人怎么样？哀了一下，有听到了吗？好，有人哀了一下，所以脚底呢踩到了一个人，然后他怎么样？哀了一下，所以一是仁爱，可以吗？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是我们的圣灵九果二的资料是什么？喜乐，对不对？好，那我们身体是用哪一个部位呢？这个部位我们用的是膝盖。好，来，同学们，我刚刚示范过一次咯，那请问你会怎么样把喜乐跟膝盖连接在一起呢？喜乐跟膝盖你会怎么连接在一起？好，我曾经有一个同学跟我说，老师，我知道我们家有一只狗，它名字就叫喜乐，它很喜欢趴在我的膝盖上面，我就记住了。我说太好了，但是这个呢只有你可以，因为呢我家的狗叫馒头不叫喜乐，所以我不行。好，所以换成是你呢，你会选择什么？来，我有同学会跟我这样讲，啊，很简单嘛，这样啊，这是喜乐对不对？这个是膝盖对不对？两个本身就是谐音，所以讲到二，好，碰一碰膝盖，好，所以呢喜乐，膝盖想到喜乐，可以吗？有没有同学有更好的想法呢？如果有，一样帮我写在 FB 上面哦。我知道现在大家手很忙对不对，又要写又要画。好，来，接下来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呢，九果是和平，这边呢是图像是什么？大腿，三是大腿，捶一捶。来想一下，和平跟大腿你会怎么连接呢？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回复哦。哦，我看一下，好，没有，还在想对吗？好，没关系。大腿跟和平，有同学跟我说过，老师，大腿飞出和平歌，可以啦，但是我比较难想象。好，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好，我会这样想，和平嘛，我把它想成谐音，想成是合并，哇，这又是另外一个忧伤的故事了，对不对？然后女生大腿啊靠在一起，合并跟那个有缝的呢，就是一种瘦不瘦的指标啊，没办法，这个大腿合并都没有缝。OK， 好，第三个，三呢是大腿，大腿怎么样？立正站好，要合并。OK， 所以三是和平。转换资料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贴回去，可以吗？就是要转换成标准的资料，不能只是记这个哦，这不是我们要记的东西。
好，它只是辅助我们中间连接的桥梁而已。 OK， 好，再来第四个。第四个圣灵酒果呢是忍耐，连接到我们身上的是什么？屁股。诶，我听到有人在笑咯，屁股配忍耐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屁股什么时候要忍耐？对啊，我也就是合起来就平平的啊，所以大腿合起来就平平的，所以和平，没错，很好。好，来第四个，忍耐配屁股。有没有在电梯里面遇过屁股很需要忍耐，或者是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一进了电梯，哎呀屁股要忍耐，要干嘛？忍住不能放屁，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这个呢 OK， 忍住不要放屁，我把它写小字，但你要有那个感觉哦，忍耐不能放屁，可以齁？有时候我都会讲说，记忆学完之后啊，很多脑袋在转的东西你记得出来，但是不好意思讲啊，这样子呢表示你的记忆方法是对的，就是你可能明天呢或是待会就跑去跟同学说，或是其他人说，我跟你讲我现在背起来圣灵酒果了，然后就把它背完了。怎么背的？诶，我不能告诉你呢，我想到的是在电梯里面不能放屁。 好，所以呢你这样子会觉得不好意思讲出来，那就对了，好不好？因为很天马行空。对，哎呀慧琴姐不要放屁，没错。好，再来哦，忍耐疼痛哦，但我们要跟屁股连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屁股上面打针，忍耐疼痛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只是越直觉然后越夸张的越好，所以比较多人会运用的是放屁，那并不是说其他的不行，可以哈。好，来第五个，第五个是腰，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圣灵酒果是什么呢？恩慈。部位搭配的是腰，来大家想一下怎么样可以搭配得起来。恩慈，我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想的不是太好，但是我想听一下大家你会怎么想呢？恩慈它把转换你会怎么换？因为恩本身的谐音不多，对吗？对，所以这个呢我会这样，慈我会想到这个尺，有没有那个量东西啊，或者是我们铅笔盒里面会有的尺。那恩呢，我会想到这个字，恩，恩慈吗？恩。好，所以呢恩是什么？是压住的。好，所以我这个图像会是我的腰上面拿一把尺，然后这样摁住，恩慈，可以吗？有没有同学有其他更好的谐音或转换成图像的方法？一样可以上来跟我说哟，提供给我。好，所以我的想法呢，五是腰，五是腰，来扭一扭，扭一扭，我上面摁了一把尺。好，恩慈，所以五是恩慈，可以吗？很好哦。来六，六是良善，然后我们身体的部位是肩膀，有没有想到呢？良善，你会想到的是什么？良善。现在天气很热，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啦，路上比较没有人，但是去年前年呢，你有没有常常在人的肩膀上看到这个东西？凉扇，很凉的扇子，有看过吗？很凉的小电风扇，有没有？脖子上这样子挂着，还有两颗，然后这边咻，这边吹，有没有？应该是有，对不对？好，所以我把这样子呢去做一个图形的转换和连接。良善，六的位置是肩膀，肩膀上面挂了很凉的风扇，良善， OK 吗？
好。其实姓石，它的部位是脖子。姓石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先把姓石转换成图像。我听过两个啊，第一个呢是这个词，其实很多人应该是很熟悉的，不需要额外去记忆。这种呢，有些人就跟我说，老师，我想到的是信封。可以，我想到这个姓，就想到了这个姓，可以，因为我们的提醒字至少要一个字，对不对？至少第一个字，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也有同学跟我说，他对这两个字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他觉得这个很像是水果，有没有？桃子、李子、杏子，杏子的果实。杏的果实，所以他想到的是杏石，也是可以的。好，无论是哪一个，我们都要跟我们的脖子跟我们七号的图像连结在一起。如果你想到的是这一个杏石，你就把那个杏有没有，或者是你想到的是杏仁好了，坚果的杏仁也是可以，串成一串项链，最好是很多串，很大很重很夸张，好，或者是你有闻到那个很香的味道，好，串在脖子上面，所以七想到姓，姓石，它就连接出来了，可以吗？好，第八是什么？温柔。然后它对的部位是什么？鼻子，对，很棒哦。好，鼻子跟温柔要怎么样联想呢？有人说，老师我知道，擤鼻涕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很温柔，不能太粗鲁，不然会怎样，会流鼻血，对不对？所以呢，感冒擤鼻涕的时候要很温柔，温柔的擤鼻涕， OK 吗？好，我就不写咯。好，对鼻子要温柔。酒是什么？酒是节制，节制搭配的是哪里？部位是眼睛，没有错，要跟着我一起复习哦。好，眼睛要怎么节制呢？啊，我通常小朋友会跟我说，老师我知道，妈妈都跟我说，眼睛不要一直盯着那个手机，不要一直盯平板，不要看电脑，用眼睛要节制，对三 C。好，这通常小朋友会给我这个答案。但是乐龄啊，成人班的会有六个答案。我都要叫我老公出去，不要东看西看，不要看到美女就多看两眼，那个眼睛要有节制。OK 吗？你喜欢哪一个？两个都可以哦，我们用眼要怎么样，看的东西要很节制。好，来，大家赶快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咯。可以吗？我们一边写的时候，我们就一边做复习。好，一是什么？一是脚底，然后你的脚要动一动，用肌肉记忆去帮助我们，还有声音。好，脚底呢踩到了一个人，哎呀一声，一是仁爱，可以，很棒。来，第二是膝盖的谐音就是什么？喜乐，没有问题。第三个是大腿合起来怎么样？平平的。所以第三呢是什么？和平，很好。第四是屁股进了电梯里面，哎呀我想放屁哦，要干嘛？忍耐，对。第五可能有点难记，但没有问题，我拿一把尺把它干嘛，摁在我的腰上面。第五是恩慈。第六是肩膀呢，现在天气好热，外面体感温度40几度，哎，好，连我不喝冰水的，我都最近在开始喝饮料了。好，上面挂着什么？良善，
什么很凉的风扇，第六是凉扇，第七呢脖子，脖子围了很多杏仁，有没有？好，很多，所以呢第六是，第七是杏实，很好。第八呢，第八是鼻子，擤鼻涕的时候要温柔一点，好，所以第八是温柔。第九是眼睛，眼睛看手机、看三 C、看平板、看美女的时候要节制。好，今天的圣灵九果就介绍到这边哦。回去呢，因为今天呢包含着身体的部位跟圣灵九果一同介绍，回去要花一点时间做复习哦。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是忘沮丧。
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轻轻地微笑，别害怕忧伤，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终身的力量。神必陪伴你走。